件超赞的哦，而且颜色配的超可爱，一个是有点莫兰迪的蓝色，那我身上呢是比较俏皮活泼的米色。这件呢也是 SML 大 L 都可以驾驭的。首先它是做这种短裙式的裤裙，所以呢上下身它是一个 set， 你可以自己拆开来穿。好，然后你知道吗，它其实这样子是一种穿法，对不对？如果呢你不喜欢绑进去的，你可以直接这样穿。你看它是做夹两件式的棉 T， 上衣也是宽松舒适的，如果你要拿来搭一些运动裤啊、牛仔裤啊，我觉得都非常的好看。而且啊你还可以把衣服放出来，你看哦，就会有这种夹两件式的感觉。套装的布料它不是那种凉感的，但是它是薄透 MIT 非常热卖的棉质，而且它不太容易皱，又挺挺的，但它却是软料。而且呢它侧边一样开两个小叉给大家，你看它还可以围盖屁股哦。里面这件就是最经典大家最喜欢的裤裙式的感觉。好，然后一样有口袋给你们，这个莫兰迪蓝色是各位衣橱都没有的颜色，太可爱了，它是有一点灰蓝灰蓝，然后它一样是搭配米杏色的英文 logo。 这件实穿度很高，而且它是 SML 都可以穿，之外呢裤子也是一样，就是大家都很能驾驭，不用担心它短哦。你有人身高161，其实它的裙长不短，然后各位啊可以自己随心所欲的调高或是调低，我觉得都 OK。